今天不过生日吗？我把这点好酒给他拿去。哎呀，大侄来了。今天你不过生日吗？给你拿点酒。拿这个干啥呀？拿这些。你不愿意喝酒吗？给你拿点好酒烧。我也攒分鸡蛋呢，你拿回去吧。不用大爷，我带小弟给开裆，走了。今天22，把猪头呼了，猪头喷了，蹭骨了。我放过鸡去了，放点葱姜，三楼子，还有剁的。舅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干啥去，老驴？老叔，我舅打炮是手坏，我看看去。剩30%电了，赶紧充电呢。没事啊，我先送你上你舅家。老叔，你舅待会儿啊。不待了，老驴，我去充会儿电，好装货去了。老舅，哪坏了？这对马上要饺子吗？给手扒了。切啥样啊？上不上医院呢？去了，没啥事儿，扒完了。你舅吧，我给你做饭。你手坏了，我做吧，老舅。我给你拿个酒，你拿回去吧。这马肉脆了。里面放点猪肉，切点葱花，还有姜末，还有盐，还有味素，还有十三香，放点酱油。葱姜大料水，再点豆油。咱们那猪头做猪肉焖去吧。行，老舅。猪肉切吃碎了。猪肉好了，来点盐、味素、十三香，来点酱油，把肥肉油给它炒过去。下面胡萝卜干豆腐，往盆给压上。刚刚蒸了18分钟，哎呀锅呀，老舅吃饭了。老叔哪儿受伤了啊？哥，老舅手嘎口子，手没啥事，坐着吃些饺子来。老舅，来尝尝饺子。来，哥，饺子刚出锅，尝尝。哎，这饺子挺香啊，啥馅儿的呀？马肉馅儿的，哥。这马肉馅是挺好吃啊。这猪肉焖挺好吃，你猪，你俩多吃点。哎，这鸡肉真嫩。不是，那你今天别回去，上我家呗。不对了，哥，我得给我老叔打电话，问他几点回去，我跟他一起回去。老叔，你回去了吗？啊，我在装货呢。那你过来给我打把手吧，来。行，我这就去。老叔，这些货这车挺能装啊，老叔。你也不看谁选的车。老叔，这好酒烧我给你拿一壶。耶，老叔，你这充了半小时就差不多满电了。老叔，你这车真不错呀。